Hello，Hello，欢迎进来各位小哥哥。Hello，欢迎浅夏淡忘。我没有关窗，有觉得吵吗？还好是不是？外面这音乐这个动感，动死大死动死了。今天周六，然后楼底下的那个公园好多人来。是吧？冻死大死冻死大死！欢迎进来各位小哥哥，喜欢的可以点点订阅。现在在直播中啊！今天有活动哦，今天刚好我要参加活动，今天有活动。菲菲，重新帮我做个图吧。谢谢浮夸小哥回来哦，各位小哥，今天五个血瓶相当于一本书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哦。今天要参加活动，所以说今天也给各位小哥准备了活动。各位小哥，今天想送我可以送一送啊，今天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，各位哥哥冲呀！真的，这个活动平常不会有啊，是因为今天要参加活动。我不知道这个活动持续几天，反正今天是有活动，所以说今天是有的啊，各位小哥们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啊，各位小哥们想送我们可以送送，绝对是空前绝后啊，一本书就相当于一个枪啊，绝对的空前绝后。欢迎如昔呀，欢迎各位哥哥，各位小哥，现在是在直播中啊，喜欢的都可以点点订阅，可以直接送五个血瓶相当于一本书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啊，各位哥哥冲呀冲呀，千载难逢啊，各位哥哥绝对的千载难逢。今天要参加什么活动然后才会有这个活动，各位小哥们想送我都可以送一送啊，都可以直接送一本书，一本书就相当于送一个枪。对，五个血瓶相当于一本书啊，各位哥哥，五个血瓶就相当于一本书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啊。欢迎各位小哥们，喜欢的都可以点点订阅啊！今天有活动啦，各位哥哥，各位小哥们有福了，有福了！欢迎进来各位楼四 P 们，我在想要不要把窗子关起来。欢迎，我也叫派大星。各位小哥们，既然喜欢的都可以点点订阅啊！现在直播中，各位小哥们可以，
送五个血瓶啊，相当于一本书啊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了。开空调吧，开空调凉快一点。这个太亮了，我的天，好亮，感觉我都度光了。今天周六啦，欢迎祈求。各位小哥喜欢的都可以点点订阅，现在进入直播中。我整个人都曝光了。就这样，没有，我开着窗帘呢，我在透风，等一下的，我开了空调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开空调之前的前五分钟是要透气的，因为那个空调里的那个气不大好。正在透气，反正能活多久是多久。这个人死这个是一个真命题是吧，反正是一个肯定的话，但是在这活的过程中
活得幸不幸福，快不快乐，以及怎么活，活得舒不舒服，也取决于你啊。不能说，反正到最后都要死，我就随便活吧。天天放这个音乐，天天放。楼底下都是小朋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啊，行了，我得把窗帘拉起来了。哎呦！想我要不要开24度？那我承受不住啊，臣妾做不到呀。各位哥哥，既然想了可以点点订阅哦。今天有活动啊，今天5个血瓶相当于一本书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了，各位哥哥。想要的可以点点订阅，今天刚好参加活动。谢谢各位小哥哥的订阅，阿里嘎多。欢迎各位小哥哥。重呀，各位小哥哥喜欢都可以点点订阅。弟弟，姐姐的声音还可以这样呢。真的有活动，是真的有活动。昨天那个啥，好像只有一天。今天，好像只有这个活动只有一天。明天也有吗？到7月10号的晚上12点钟就结束了。我看了活动时间，好像是就结束了。你仔细看，明天7月11号的24点吗？不是7月10号的24点吗？难道是我记错了？重呀，哦，7月11号2天耶。综艺专区开播满2个小时且流水达到200就可以任意。
这个是综艺专区，开播满两个小时，流水打200。哦，是任意魔法书和告白气球，怀疑号和那个什么地图。二次元就是综艺专区，不用担心。综艺专区包括户外、二次元、模拟偶像，然后活动时间是7月10号的0点，今天和明天。没得问题，冲呀，老板们，加油！没得问题，这个还是小 case。哥哥哥哥，喜欢的可以点点订阅哦，现在正在直播中，好美。好萌萌萌萌萌！各位小哥，我可以直接送本书啊！啊，我也想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送啊，对不对？我也想啊，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送，谁知道呢？我也想，我也想，期待的搓搓手，期待的搓搓手。各位小哥哥们，喜欢的可以点点订阅啊！今天有活动哦，五个血瓶相当于一本书，一本书等于直接送个枪哦。好，好美，好萌萌萌萌萌，冲呀冲呀！好萌萌萌萌萌萌萌，呀呼！期待的戳戳手，让我想起了那个小猪的表情包。谢谢无聊小哥哥，无聊，ありがとう，お姉ちゃん，不信。期待的戳戳手。今天睡了一个午觉，真的让我好精神啊！睡到我又想接着睡，然后就开始听歌了，放在我的耳边震。好萌萌萌萌萌，期待戳戳手，明天。今晚一定早睡，明天一定早起，早早起，早早工作。看明天能不能7点左右起吧，吃个早饭，然后8、9点钟的时候就可以工作了。这几天真的是太偷懒了。这现在就是我的原声啊，现在是原声。哥哥，这才不是原声，现在就是原声。谢谢各位小哥哥的订阅，谢谢我老飞。努力工作，打工人加油呀！好美，好萌萌萌萌萌萌萌！欢迎起来各位哥哥，各位小哥哥可以，五个血瓶等于一本书，一本书等于一个枪哦。好美，今天有活动啦，活动啦，各位哥哥。等我换成加个字，就只有2天的活动。只有2天的活动，
是一个小虎牙，就你一个。嗯，哦，我都忘了我的小机器人了。我感觉我的小机器人都快浪费了。好 ，OK。嗯。好嘞，欢迎大哥哥。哥哥哥哥，喜欢我可以点一订阅，现在就在直播中哦。各位哥哥可以直接送本书，今天有活动哦。好么，好么么么么么，冲呀冲呀！今日活动只限今天，今天和明天哦。今日活动，今日活动。刚好今天有活动，今天也有活动呀！欢迎糖糖专属妍妍老公，谢谢，我爱哥哥，谢我老肥，好嘞！各位小哥哥们可以直接送本书啊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哦，好嘞！欢迎你看我醒了吗？欢迎各位哥哥，冲呀！好嘞，嗯啊，什么感觉？还是我的。欢迎秋玉浓，欢迎各位哥哥，好嘞，哥哥。嗯，各位哥哥可以直接送本书啊！今天有活动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啊！好，好嘞。冲呀冲呀，各位哥哥，好嘞！中奖的那个小哥哥可以在弹幕里找一下九九九 A。那期待的搜搜手，你还真把这个表情包给找来啦！期待的搓搓手，嗯，谢谢各位小公的订阅哦，现在正在直播中。欢迎哎呦喂，欢迎这样各位老色皮们，各位哥哥，今天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了哦，各位老板冲呀！今天有活动了，各位哥哥。李瑞博，刚刚中奖了，可以找一下弹幕里的啾啾啾 A。今天有活动啊，五个血瓶相当于一本书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哦。谢谢谢谢我北城男生，谢谢老板，老板牛逼。哥哥可以找一下999A那个号啊，今天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啊，今天有活动了，各位哥哥。一年
难得一次，各位哥哥。想冲的都可以冲一冲，北城男生小哥哥可以去找一下弹幕里的啾啾啾 A 啊，冲呀冲呀！欢迎落雨，谢谢谢谢 LV 小哥哥荧光棒，各位小哥哥今日活动，今日活动冲呀！传说中的，是的，各位小哥哥可以直接送本书啊，今天相当于一个枪，各位小哥哥。各位小哥哥想送的可以送一送啊，今天搞活动了，冲呀！好嘞。现在直播中，冲呀冲呀！好，好，好嘞，嘎多，お兄さん，頑張ってよ。谢谢谢谢各位哥哥，好嘞。北城男生小哥有没有找弹幕的啾啾啾 A 啊？好嘞。等一下，我袋子开了，我袋子开了，我感觉到了他啪嗒一下。好嘞，小哥，等我一下啊。他休息来了，我就找你。怎么会开了呢？我感觉到我在啪嗒一下，然后感觉一松，它就松，它就掉下来了。各位小哥哥喜欢都可以点订阅，冲呀冲呀！各位小哥哥可以五个血瓶相当于一本书啊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么么么么么，好嘞，比心比心，恭喜恭喜 LV 小哥哥 ，LV 小哥哥可以去弹幕里找一下啾啾啾 A 哦，现在正在直播中，哎呦喂。LV 小哥哥在直播间吗？欢迎酷洛哥哥，欢迎红薯，好美。LV 小哥哥可以去弹幕里找一下啾啾啾 A， 我看到你给我发了消息了。各位哥哥可以直接送本书啊，送书相当于一个枪哦。好美。好嘞，谢谢，谢谢各位小哥哥订阅冲呀！今天有活动啊，各位小哥哥们都可以送一送。今天送书最划算，送一本书啊，相当于一个枪。好嘞，好么么么么么，冲呀冲呀！我怎么没看到北城男生小哥哥的验证消息呢？看我给错了吗？冲呀！没错呀！好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！冲呀，冲呀！刚刚验证消息卡住了，可能是。冲呀！欢迎不弃，各位哥哥可以五个血瓶相当于一本书啊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了，冲呀！好嘞，
在直播中哦。嗯，各位小哥们，今天有活动啊！今天，可以直接送，一本书，就相当于一个枪啊！现在就在直播中，各位小哥们想送，我们可以送一送啊！把直播画面给关了。谢谢各位小哥哥订阅哦，欢迎九梦哥哥。记得多来查房了吗？好，谢谢荧光棒，欢迎来到。各位小哥们可以三个血瓶体验，也可以直接送一本书。好，呸，我都说习惯了，我是都说习惯了。我是说太久说喜欢了。各位小哥们可以直接送本书啊，今天有活动哦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了，各位哥哥。换个名字不认识。谢谢瑶瑶雪月哥哥。各位小哥今天就在直播中啊，欢迎客气啊。恭喜瑶瑶的雪月，瑶瑶的雪月小哥哥可以在弹幕里找一下999 A 哦。各位小哥哥可以，五个血瓶相当于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。哪有这么快，哥哥？那我得飞起。各位小哥哥想送都可以送一送啊，都可以直接送书，今天送书最划算。好嘞。欢迎 LV 小哥哥。哎呦喂，各位小哥哥都可以直接送本书啊，今天有活动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，比心。欢迎选择性失忆，欢迎各位哥哥。好，喜欢的可以点点订阅，我要动一下。好，路上有你，各位小哥哥，今天有活动啊！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了，各位小哥哥，可以直接送一本书啊！现在在直播中。好，
影响我的那个。欢迎战神哥哥，欢迎各位小哥们，各位小哥喜欢都可以点点订阅，现在就在直播中。欢迎梦月之洗礼，欢迎琉璃气血，是不是还在继续啊？没有，到瑶瑶就结束了。瑶瑶，你确定来找我了？我好像给你了耶。瑶瑶的喜悦小哥，你找弹幕里的啾啾啾 Amy 哦。欢迎小妖弟，欢迎各位哥哥，好，好。各位哥哥可以直接送一本书啊，送一本书最划算。今天有活动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。好，离开你我安静的床里，不然自笑之前，我的泪流的心里学会放弃。听你的声音一定清晰，我也都是只想储存爱你的痕迹。谢谢谢谢 LV 哥哥魔法书，老板牛逼。嗯，抽呀抽呀，各位哥哥们。嗯，各位哥哥们都可以直接送本书啊，今天送书最划算。欢迎知足者常乐，今天有活动哦，各位小哥哥都可以直接送本书啊。等希望雨能下不停，让想念继续，让爱变透明，晚上给我空气的让给我慢慢的的。谢谢谢谢，一路上有你，冲呀冲呀。各位老板，真的今天送魔法书超划算，好吗？一路上有你小哥哥可以去找一下啾啾啾 A 那个号啊。我也当时只想储存爱你的痕迹。各位小哥哥，今天有活动啦，今天有活动啦，一本书哦。一路上有你小哥哥给我发个消息呗，我看到你的那个了。欢迎嘟嘟爱吃肉，欢迎各位小哥哥，好嘞，秋呀秋呀秋呀，现在正在直播，好嘞，好，好嘞，欢迎奇迹在线，各位小哥，今天有活动啊，今天可以直接送一本书啊，现在正在直播中。欢迎雨佑，欢迎兜里没钱，谢谢小哥哥虎狼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嘞，奥利嘎多。各位小哥哥们可以五个血瓶啊，相当于一本书啊，也可以直接送本书啊，送书最划算哦。好好好嘞，欢迎大勇如何，欢迎各位哥哥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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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
位小宝贝们喜欢的都可以点点订阅，现在进直播中啊。谢谢谢谢姑苏哥哥的水瓶哦，比心比心，谢谢。嗯，姑苏哥哥可以去弹幕里找一下啾啾啾 A 啊。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各位哥哥们可以直接送本书啊，送书更划算哦。姑苏。怎么，我的声音太小了吗？姑苏小哥哥你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没看到你啊，贵宾席。姑苏小哥哥还在直播间吗？谢谢。姑苏小哥哥刚刚出去了吗？姑苏小哥哥可以去弹幕里找一下啾啾啾 A 哦。好 ,OK 了。谢谢谢谢榴莲庆雪啊，谢谢。恭喜恭喜榴莲庆雪小哥哥。榴莲庆雪小哥哥可以去弹幕里找一下啾啾啾 A 那个号啊。今天有活动啦。今天有活动啦。嗯。榴莲庆雪小哥哥找一下弹幕里的啾啾啾 A 啊，欢迎那又如何？各位哥哥可以直接送一本书啊，今天送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，好么？嗯，三点钟吧。我还有半个小时在划水，划了半个小时的水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播了有一个小时吧，44分钟。我以为我播了52分钟了。太惨了。各位小哥哥们可以五个水瓶相当一本书啊，也可以直接送一本书，一本书更划算哦。好好，欢迎死在江南烟雨中。各位小哥哥今天有活动啊，可以直接送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啊。各位哥哥有活动，有活动啊。窗外的雨滴一点平息，我来到世界想中存你的记忆，真希望雨能。我看看啊，好像有人收到了。记忆好像能继续。好像真的有那个什么了。小哥哥可以直接送本书啊，送书最划算。今天送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。啊，我这个活动做的我都心痛，真的。这个活动做的我都心痛，这不刚好官方也有活动，我才做活动的。各位小哥哥可以直接送本书啊，送书最划算。谢谢谢吴网哥哥的虎狼，谢谢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是实话。好美，好美，好美美美美美。各位小哥们可以五个水瓶啊，相当于一本书啊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。欢迎云凡哥哥。
各位哥哥，今天送书是最划算的啊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啊。嗯，好美。我家隔壁又开始用电钻了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家天天用电钻干什么，天天钻，天天钻，到底想干嘛我都不知道。好美。好美，好么么么么么么么，冲呀冲呀，各位哥哥们！谢谢菲菲的荧光棒啊！免得说我又开车。各位哥哥们可以直接送本书啊，送书最划算。哎呀的，那个琉璃气血。那个琉璃沁血我给他了，然后说我没同意，没有啊，是他没来找我。欢迎启明太郎，谢谢谢谢大仙去夜店小哥送的荧光棒。好美。不懂小哥哥学习，慢慢学习就懂了。冲呀冲呀，谢谢冲呀冲呀，还有十秒钟，冲啊！各位哥哥今天可以直接送本书啊，送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哦，哼，一本书就相当于一个枪了，冲呀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猴中王小哥哥！行了行了行了，别送了别送了，已经出了，可以送新的。猴中王小哥哥可以去弹幕里找一下啾啾啾 A 那个号啊。冲呀冲啊冲啊，一帮弟弟太难过了，可没中电视，还被嘲讽了一波，可太难过了。谢谢谢谢大仙去夜店小哥哥的荧光棒。要笑死我了。猴中王小哥记得去找啾啾啾 A 呀、欢迎无心哥哥，各位小哥哥今天有活动啊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哦，各位哥哥冲呀！好嘞，好嘞，琉璃沁血，这个沁血你知道他跟我说成什么了吗？说是那个啥，秦雪，牛逼！这就叫牛逼，各位小哥们可以直接送本书啊，今天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啊。今天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，各位哥哥冲。谢谢谢谢启明太郎，谢谢冲呀冲呀。各位哥哥上什么电视，上什么电视，一点心理觉悟都没有，上什么电视。冲书冲书呀，我看着你们我都着急，今天冲书呀。好美。
下次我请他来跟你们讲讲他真就是真心经历的，为你们提个醒。欢迎九月，各位小哥们可以五个选品相当于一本书啊，也可以直接送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往各位哥哥冲呀。好，一本书就相当于一个枪往啊，便看这二次元，不，便看这虎牙啊，都没有我这样的力度啊，一本书就相当于一个枪往各位哥哥。各位小哥们想送我们可以送一送冲呀。好，这个中奖嘛，就是雨后小剧场，知不知道？这个大仙去夜店小哥是打算势在必得吗？上了这么多，上了这么多组电视了。好美，嗷嗷嗷！各位哥哥们可以直接送一本书啊，送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，各位哥哥，今天做活动啊，马上就没有啊，各位小哥哥错过就没有啊，一本书就相当于一个枪啊，冲呀冲呀冲呀！还有13秒、12秒、10秒。好美，好美，好美！噔噔，恭喜恭喜，起名太难了。就怕是。大仙去夜店真的是心都在滴血，心都在滴血。各位哥哥们，今天啊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往各位哥哥们冲呀冲呀！现在正在直播中，好，各位小哥哥都可以直接送一本书啊，送书更划算。欢迎温馨家的雨。这个名字我差点没读出来。好，欢迎各位哥哥，欢迎各位哥哥，各位哥哥喜欢的都可以点点呀。好，果然是我睡饱了之后精神满满，居然还能在这儿那个什么努力的工作。欢迎始于心动，欢迎我是一颗小虎牙。各位小哥哥今天有活动啊，可以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，各位哥哥今天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哦。好，各位之前想送枪的小哥哥们现在就要行动起来了。大哥大家都是老色批了，只有一本书你可以试一试，包你稳赚不亏。大家都是老色批老正经人了，谁心里没个 ACD 数？各位哥哥都可以直接送一本书，一本书绝对比不然过了这个机会可能以后就是还是一个枪了。所以说各位哥哥叫什么择日不如撞日啊，这不凑巧了吗？我昨晚才知道这个活动。各位小哥们想送的可以送一送啊，冲一冲。那个起名太难的小哥哥可以去找一下啾啾啾 A 啊，弹幕里的啾啾啾 A。送你的狼呀，送到了大门口，
各位想跟我想送的都可以送送，都可以直接送一本书，送书更划算啊。今天送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了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。欢迎从此不再上电视啊。今天我专心搞工作。哼歌都不是我想的。哼歌都不是我的想的，谢谢谢谢哥哥的荧光棒比心。各位哥哥冲呀冲！一本书啊，一本书相当于那个啥，一本书啊，一本书。知道是谁了，算了，我都不想问了，反正是对讲的，一样。小妹妹送你的朋友，各位小哥，五个血瓶相当于一本书啊，也可以直接送一本书啊，送书更划算。嗯，送书更划算呀，今天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啊。冲呀！欢迎英雄王的象征，各位哥哥喜欢的都可以点点订阅。好么，好么，各位哥哥冲呀！今天一本书就相当于一个枪了啊！冲呀冲呀！好么，好么么么么，好么。今天一本书就相当于一个枪了，各位小哥，今天这个活动也是临时的，我也不知道，这不临时就有活动了吗？所以说各位小哥们啊，这个什么择日不如撞日啊，今天这是凑巧了。小哥哥们想送我都可以送啊，一本书就相当于一个枪啊。好好嘞，好嘞。是刚刚已经出了吗？刚刚是谁中了？还没出，只有两个人，就肥肥跟那个谁是吧？冲呀冲呀！好嘞！恭喜恭喜流泪泣血的续费，谢谢谢谢启明太郎小哥哥。三个人了，谢谢谢谢启明太郎小哥荧光棒啊，一人一个，行，30%，就看最后谁中了。谢谢谢谢各位小哥的订阅，谢谢谢谢直播。好嘞，不断刷新你们的那个啥。欢迎欢迎落雨花，谢谢雪萍，小妹妹送你的朋友，琉璃你一定会后悔你送雪萍的，送不到满头，感谢我的老天啊，下雨有个风啊，哎呦啊，哎呦，哎呦。
各位小哥哥、小安都可以点点订阅，现在正在直播中。好。嗯，哈哈哈！看这小哥这话讲的，谢谢措辞小哥荧光棒，老板牛逼！群聊啊，有毛病。欢迎三千青丝化成雨啊！各位小哥哥们可以直接送本书啊，今天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啊！各位哥哥冲呀！好，好，么么么么么么。要是能抽中一个。要是能抽中一个城堡就好。阿维干当，谢谢，看名字就知道很帅小哥哥水平哦，小哥哥可以。藏宝图那个城堡是城堡是多少钱啊？那个看名字就知道很帅小哥哥可以去，弹幕里找一下9999A那个号啊。送你的朋友。哇，这么贵啊！我天啊，好贵啊！山雨欲来风满楼，你们家那要下雨了？我们家这阴天，下了。啊，我这个月就可以划收了，想想都开心，想想都开心。看名字就知道很帅，小哥可以去弹幕里找一下999A 啊。重压，那我岂不得更得好好工作？工作满4个小时，我就可以期待那个虎牙官方过来刷了。很帅，我得时刻等着呀。各位小哥哥们可以直接送本书啊，现在正在直播中。好，是先有那个2个小时的那个是吧？2个小时200流水。好。哎呀，可惜还是过得太慢了。咦，嘤嘤嘤嘤嘤。嘤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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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迎怀月今夕。各位小哥哥们，今天5个血瓶相当于一本书啊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了。各位哥哥。各位哥哥，一本书就相当于一个枪啊！各位小哥哥们，想送的可以冲一冲，冲呀！怀月今夕，估计也就是本书。哎，不是大哥，你为什么要毒奶我？5个血瓶是一本书，一本书是一个枪，一本书是一个枪，哥哥。
五个水瓶是一本书，哪是一个枪啊？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小哥哥，这个跟那个可不是一个关系了。我没说钱。谁中了？谁中了？看名字就知道很帅。好嘞，看名字就知道很帅。把中了奖给你啊！各位小哥们可以三个五个水瓶啊，相当于一本书啊！冲呀冲呀！可以直接送一本书啊，送书更划算。一本书就相当于一个枪。好好好，冲呀冲呀冲呀，好，小妹妹送你的朋友，欢迎进来给我老色批吧，今天有活动了有活动了，冲呀冲呀，兴致满满。你看像我这样斗志昂扬，谢谢谢谢图图小哥哥，我是图图小可爱。还有一个小时，还有一个小时，冲呀！谢谢谢谢图图哥哥，图图哥哥牛逼，图图哥哥萌，图图哥哥大气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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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小哥们都可以五个血瓶啊，五个血瓶，五个血瓶就可以相当一本书哦。欢迎月色不及黄昏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萌，各位哥哥可以直接送一本书啊，一本书相当于一个枪。今天有活动呀，各位哥哥冲冲呀！好萌，欢迎看名字就知道很帅，欢迎欢迎果果，好，好好。我放了那个充电器在那儿，就挺拦着我的。就挺拦着我，图图小哥哥是打算把这个势在必得吗？好，看电快充满。